饭，然后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，然后我就要自己做一个晚饭。我今天打算做的是这个奶油蘑菇，奶油培根蘑菇意面，然后我就把它那个做法先贴在这边，就是这个便贴有点不太牢。先炒一个那个荷兰豆吧，先把那个菜给炒了，然后再做那个面。有点多了，然后就炒一点。第一道菜就非常迅速的做好啦。买的培根处理一下，我今天就吃这点的话，这两边的可以把它保存起来，冷冻保存。是我之前在 Plan B 的视频，冷冻就很方便。这个样子啦，是不是看着就很好吃？现在要拍张照分享一下。好吧，来尝尝。一个字，绝！真的太好吃了。